工作人员会帮你洗脚吗？工作人员不会，我自己可以洗。我这泡了以后，我自己洗了以后，我自己倒水。我可以帮你洗一下吗？洗一洗。哦，太谢谢了。你坐下，准备好。我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，我觉得沾点年轻人的活气啊，活力啊，靠的将来国家的希望，所有的希望都是靠你们的。这最近都没有运动吗？运动了，就是散步。天天都运动。跳舞。跳舞、走路，主要还是走路。跳舞有时候到那个东方剧院里头去跳舞。哇，奶奶还跳舞，真是。很健康啊。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什么工作的？俄语翻译。俄语 Russia? Russia 哦，是吗？对 Russia。 哇，怎么学 Russia？ 你看怎么学？是我一参军了以后，就是分到西北去，到新疆军区，到新疆军区了以后就学俄语吧。这个还可以吧？这个很好。哎，这个很好。哎，很香。现在奶奶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在我脚上闻一闻。不是，现在真是很香。因为你闻不到，我帮你闻。跟你说一下。好，谢谢奶奶。我希望你开心。对，我一定很开心的，有你这个大孙子我可开心了。对，你孙子是王嘉尔。王嘉尔。对，王嘉尔。